它形成一个恶劣前的一个滚地球。两出局，打架轮到的是第八棒的黄君生。黄君生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打击呢，都是内野的滚地球遭到刺杀。第一个球就出手了，这个球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两名野手都后退，落地形成安打，带有打点了。哦，黄君生在那边敲出了一个中右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，在这一局啊，两支的安打都是长打，高建三三哥啊掉分了、啊，上来之后啊丢的第一分，两兄弟相对攻下第八分，现在是六分的领先。面对一个偏高的球路啊，这个球原则上击球点就掌握的还不错，再加上今天呢右外野原则上是个顺风，所以这个球一打出去哦，感觉到两名外野手就开始往后退了，但就要追这个球，感觉到难度是比较高一点。那当然就今天。